好，我是飞，欢迎来到我的粉丝。那有一天我就刷小红书，被种草的一个宝贝给你看一下，噔噔噔噔，哎，你好，噔噔噔噔，帝欧斯妆前隔离水粉，据说它号称液体吸油脂，而且比吸油脂好用，而且不会反复的吸收我们皮肤的水分，而且还会让底妆更持久，不被氧化。我当时刚看这个介绍，在小红书上被种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为我量身打造一样，然后我就马上入手了一个，试了一下，就刚试了之后呢，我瞬间想把它丢掉，因为展示一下为什么。什么都没有，对于姐来说这个透明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，白色的什么都没有，我就随便在脸上涂了几下，我就也没有管，然后我就去工作了。没想到我工作回来然后照镜子，发现我的皮肤居然还能保持雅面，关键是就是皮肤看起来还蛮细腻光滑。就我今天也是刚工作回来，现在已经1:30了，然后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东西，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。你看我已经工作了一整天，5-6个小时吧，我现在皮肤状态还是蛮哑光的。首先吸一吸，夏天出游的小红薯们，你们真的是赶紧入手一个，现在性价比非常高，是100出头。对，反正是150之内，对，你就可以买到它，我忘了具体的价格是多少了。好啦，今天的 Facebook 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。